唐山赵子龙在此，还不让路！ 那个人是谁？此人就是唐山赵子龙，他够厉害的，我看还是放箭吧。不行，这可真是一员猛将啊！ 传令下去，不许射箭，活捉赵云。主公，你应该知道啊，赵云和关羽是一类人啊。我自会有打算的。 天，狼心在川，英雄出世逆流行险，欲渡关山，何惧狂澜，风生水起正好将帆。
何惧患难，诚心能否